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是一种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通过模拟人类的认知和决策过程，使计算机能够执行类似于人类的任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创新。本文将探讨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讨论其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未来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广泛存在。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智能助理，如苹果的 Siri、 亚马逊的 Alexa 和谷歌的 Google 助手。这些智能助理能够通过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理解人类的指令和问题，并提供相应的答案和建议。他们可以为我们提供天气预报、交通信息、日程安排管理和智能家居控制等服务，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和高效。除了智能助理，人工智能还广泛应用于社交媒体和推荐系统中。社交媒体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分析用户的兴趣和行为模式，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和广告推荐，这使得用户能够更好地发现感兴趣的信息和与朋友、家人保持联系。此外，电子商务平台也使用人工智能来推荐商品和个性化推销策略，提高用户的购物体验和满意度。人工智能还在医疗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医疗诊断是一个复杂而关键的任务。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医学图像、病例数据和基因信息等，可以辅助医生进行早期疾病检测和诊断。例如，人工智能算法在乳腺癌、皮肤病和眼疾等领域的诊断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此外，人工智能还在药物研发、患者监护和手术辅助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教育也是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虚拟教育助手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与学生进行交互，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和反馈。智能教育平台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为他们推荐适合的学习材料和课程。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兴趣，并促进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在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还涉及到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城市和智能安防等领域。智能家居系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家居设备的自动控制和联动，提供舒适、安全和节能的居住环境。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优化交通流量，提高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减少交通拥堵。智能城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城市设施的智能管理和资源的高效利用。智能安防系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人脸识别、行为分析和异常检测等功能，提供更加安全和智能的保护措施。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一些担忧和挑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一些传统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所取代，导致一部分人面临失业的风险。此外，数据隐私和算法偏见也是人工智能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合理处理和保护用户的个人数据，并确保算法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以避免不公正和歧视性的结果。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创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它在智能助理、社交媒体、医疗诊断、教育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个性化、高效和智能化的服务。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挑战和限制，积极探索解决方案，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造福人类社会。
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